下月即将出嫁的林依晨近日被网友爆料秘密飞往美国。自订婚宴后，林依晨与林育超就开始两地分居的生活。林依晨暂留台湾陪伴家人，林育超则离台飞回美国，一边工作一边筹备婚礼。当然，林依晨也没有放任未婚夫独自留在美国，近期悄悄飞过去陪伴了。日前，有网友在微博爆料，称在拉斯维加斯遇到了林依晨。从网友晒出的照片来看，林依晨是在一个博览会现场，身后的墙面上都是潜水装备的展示。该网友证实，这是个潜水展览。林育超任职于台湾经营潜水器材的公司，他本人则是负责美国加州分公司的业务。照片中，林育超穿着相当正式的与客户交谈。当未婚夫忙碌的时候，林依晨安静坐在桌前看资料。林依晨悄悄飞抵美国，只为在未婚夫工作的时候陪在他身边。网友大赞，原来是帮夫君打理生意，中国好媳妇。夜色的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